我们有三位。一定可以增加很多流量。哎，所以是不是很凶？这边大爆料，不然不敢讲话了。而且你有吃整件事都听起来都很离奇，然后学生都是你仔细看这个，就是你会想说，检查出来是这么严重，他要走了，我才知道老师就是赖妈，我太惊讶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来吃这一家，一点开。嗨，好久没有出门了，这脸真的瘦了一圈。今天要来跟粉丝吗？就是一个是粉丝，一个是同学，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个约定就对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吃这个仁爱路圆环附近的这一家千层蛋糕的。我们有三位，要内用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。好，哦，好好。哎，要坐哪里？要坐窗边好了，是不是采光比较好？哎，那我先拍一下。然后看大门口的方向。可以，拍到蛋糕都干了，都没关系。太渴了，因为有见云的他可能会拍两个小时，所以我要先喝了。可以，拍下来。这组很厉害。嗯，很好喝，可能是太渴了。结果木花的苹果气泡，哎，很好喝哎，会不会太夸张？你们应该不是去每一间店都这样吧？不会的，不会，就是看看地点。他就说手举起来，我的。哦，就是不要拍到手，让我手放进去，非常好。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先吃了。好，先吃这个吧。好，因为这真是最经典的。今天小背光照没差，刚刚已经特写大概800张了。其实我刚刚忘记看他价钱，但我觉得价钱蛮重要。是我第一千位粉丝哎，我超开心的，一定可以增加很多流量，而且也算是我学妹，就是 how much？ 这个290，果然是这个地段，这个290，芒果260。也合理啦，因为这个是水果，是水果系列，这还不错，这真的好吃，切得好看，没差，反正一定会有点那个，一定会有点崩塌啦，好吃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，不能讲好吃的，因为不要压力那么大，好不好？你来，因为我跟你说，很多千层它的那个皮都会很干，嗯，就是吃起来会有那种。吃到什么皮的感觉，不过因为它的水果本来就很新鲜啦，所以就很
很 OK。嗯，谢谢你说。点头完就没。这个奶油不会腻。OK， 是没错，是没错。嗯，而且还不会很甜。嗯，对。我觉得它比较。没关系，就是让它塌吧，因为它这个很难很难那个。哎，你们有吃过 Harms？ 日本的。很好吃。而且它的水果也很甜。对，奇异果不会酸。你们有去日本一定要吃 Harms 的那个，也是水果千层。哈密瓜的香瓜。嗯、是吗？就是绿色的，很甜。不过这样也看不太清楚，但没吃好啦。但这个真是我吃过最贵的。Lady M 也是300，也差不多200-300。对，大概260。一层一层吃，他会一层一层吃。我会一起咬啦，只吃面包，然后再吃蒸菜。嗯，这样它那个口感就没了，莫名其妙，可惜了，有点小可惜。没差吧？一整一整吃。我刚刚好像也有点这样。很薄哎、欸，这样看得到吗？所以你本来就爱吃甜点。嗯，还可以。我喜欢吃不是正餐的东西。零食类哦、喔。对，或者是甜点。哎、啊，可是那火锅嘞？火锅，火锅很好吃。火锅，嗯，还好。麻辣锅不爱，假的。比起零食，火锅你要吃火锅有必要？那预炸预面呢？好像还不错。反正就是不能吃太丰盛的。嗯。哎、欸，好好吃！我刚吃那口很好吃，有300块的价值。你不要欣慰自己。你这样会往上翻？我看他在干嘛？很蠢哎、欸。就手机脚架，手机支架可以吗？可以耶，还蛮厉害的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侧拍，这是二号机。哎、欸，还是我要感觉机位。哎、欸，它每次是最便宜的90块。嗯，就是没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刚好。还蛮厉害的，完美。二号机位。这光还不错，哎，可是你会有点，对，你要有点驼背。哎，所以是不是很凶？这边大爆料，不然不该讲话了。不是我应该是要问一些比较不要那么那个尖锐的问题。哎，作业会不会很多啊？嗯，不会，我去操练。所以万方作业比较多。可是他们全部是纸本。哦，对，之后的应该都要无纸化了。不然我们全部都是。哎、欸，那你是不是很爱剪剪贴贴？哦，还是是只有我剪。哦，因为、就是、我听到之前我们有同学在那边上班，就说哦，在剪贴到一个不行，然后花很多时间写一份论文，那有很多报告吗？超级多，真的超级多。我们只有journal 吧？没有，真的假？专业是什么？哦，所以那个时间正常来说是讨论。好想剪辑。他说会那个，因为我已经想要吃芒果了。下面一位。这已经是芒果季了。好可爱，还会回应我一下。跟全年的就差很多。我先少一个动作。你真的控制了？真的啊？会不会太夸张？因为它的那个里面的奶油，有一些是鲜奶油，可是有一些是芒果的鲜奶油，就是有调味跟没调味。然后啊，这个很好吃哎，对，为什么觉得有点赢过它？它那个有一股不知道什么牛奶的香味吗？还是什么焦糖香？很好吃的，这一定要吃，赶快来吃吧。希望我可以做出贝老师一样的反应。不用，不要这样子，压力不要那么大。说不定你觉得很普通。这样要不然？哦，但是真的是很柔软的那种。真的，因为吃下去感觉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不是那种廉价的东西。嗯，对不对？
是好吃的，其实真的还不错。嗯，好，真的好吃，真的真的没有，他的表情很诚恳啊。加芒果好像更好。而且你有吃得出来它的鲜奶油是 有不同的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吃哎、欸！对啊，快点换你了。提示你的形容词，蛮湿润的。我来试吃这个芒果鲜。为什么不行？你刚才没有加新鲜芒果，对不对？嗯，有一点酸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上面有点酸。啊，我还没有吃到上面，比较酸。对，但下面是很甜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吃上面的。完美。嗯、真的、哦。一起一起。上面是酸到一个不行，怎么差那么多？还不错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因为我们的学妹是这样，她先去后面那一站。哦，帮你拿开一下。怎么会有便当啊？还有每天的便当的进去。所以你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。我们当然会拿开，关起来。可以吧？会带回去家里吃。对啊，这种不打开。但是到后面就，哎、欸，还有鸡腿啊，不错啊。可是有时候会很可怕。就是你仔细看这个，就是你有什么？我知道的话，我会想去、欸。我不会，这很值得。偶尔会有好吃的，对，那天便当就一大堆。一到我就说：“哎，你要怎么吃？”他就说：“不会啊，可以当饭团啊。”哎呀，然后跟我讲的还一样哎、欸。我们就觉得这么难，就有一个同学就说：“那个比普奶难吃，他把它揉成饭团。”一个是常温饭团，真的哎，我们一起，我好想吃吃看哦。真的吗？我们那边惊呆了，一到都有。都有便当哎、欸，对，但是老师便当好吃一点啊，还有分老师的有分等级，有可以，好坏哦，但可以加钱，对，但是加很少的钱，20块、嗯，有这种事？就我们吃的那个，就可能有一些菜配菜会坏，就是那个中央厨房会弄比较好，对，好像不同家，对，不同，总共有三间厂商，整件事都听起来都很离谱，然后学生就是应该没有别的医院，有些给餐券。我知道慈济是有，慈济好像是20块，慈济还要钱，它有那种员工餐加钱，因为亚东没有便宜，亚东73块，可是万方八十，很小，万方的自助餐80，但是其实很好吃，可以，它给很多，因为亚东是算好吃的，万方的自助餐好吃，但是要钱，对，就是，那你宁愿吃80块，那后来要，可是你们不觉得竟然没有垃圾分类很怪吗？垃圾分类没有啊，全部连厨余都直接等，就直接放在里面。电脑室的那个垃圾桶，门口那个，就是有专门复健科的阿姨，嗯啊，就是洗毛巾，对，然后弄那个辣疗的处理那个辣，处理辣，果然是热敷箱，贵族医院，然后打扫。我听到便当，我觉得蛮 shock 的。赶快吃啊！是你应该吃一次便当再回答这个问题。对啊，可是我看得太开，看起来还好。对，可是味道其实真的是很不 OK， 是太咸吗？还是太臭？就是会有一些你觉得他不应该吃这个东西。对，有同学是每天都吃的吗？有啊，而且全部吃干净，是真的假的？他是有很认命的东西，他很认命哎，这给你，这给你，这个，这颜色很美，先闻一下。有那个茶香，对，但是柚香是还好。嗯，哦，这好吃哎，这也好吃，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的皮吃起来比那个芒果的明显。可是它那个皮跟鲜奶油的那个比例很好，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等一下吃就知道了，是好吃的哎、欸，我觉得好吃的千层蛋糕很少，嗯，那你们会吗？哎、欸，你应该吃完这些茶的人啊，真假的？要不然你喜欢吃什么？水果类的，水果类的，那种焦糖啊，但是我们真喜欢吃焦糖哎。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还好，好，但它也不会到很浓，也还 OK。讲不出什么好话，然后放下。哎、欸，没有照到你的脸。茶你有在爱吗？还是还可以。这就是一般人我觉得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吃起来是不是跟芒果不太一样？那口感对不对？但我觉得它第二名，就是
在赢那个第一个水果的。哇，水果我觉得反正我觉得芒果一定是第一啦。嗯，然后这个我觉得跟水果就差不多，反正就是没有第一就对了，但也不错，我觉得不错耶，但这也不错啊。真的吗？这颗好好玩哦。所以上面的跟里面的都不一样，我感觉它好像有点比较苦，是吗？嗯，茶味比较重，真的不一样耶，它很用心耶。它不是说里面跟上面的东西是一样的。哎，怎么越吃越饿？好糟哦。你们有吃早餐吧？对、嗯、哦，就直接来了。嗯，那你们的作息正常吗？有，现在有在国考作息。对，就是八点半起来，嗯，弄一弄，开始读书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们会需要回学校吗？有，我下次也跟我去报告。我上次我听那个博凡说，他们不回去好像还有什么。有点类似什么惩罚还是什么、啊、就是逼你、不能毕业还是什么的。我们一定要回去啊，因为一定要报告。我知道你们一定要报一个什么毕业的、嗯、但是别人报告你要回去听，相当就跟红光的一样。对，所以你只要没报就会被挡、啊、被挡就是每年再一次就没办法毕业。被挡不能太夸张，但我觉得真的是我吃过的千层蛋糕里面很好吃的啦。这个 view 是 OK 的吗？可能要摆强一点。可以可以。我那个人很瘦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月变瘦了。我也要假装一下。这样就不错了，这样就不错了。就要看怎么惊喜啦。对啊，你如果是有走自费的话，应该也还好。嗯。就是这不会是那种夕阳产业啊。对，对啊，而且他的需求是，哦，你说 PT 以外的事，对啊，比如说什么理财，或是不管什么股票或 ETF 或是什么房子啊，就是要有其他的开源。现在是装。比如说你们这一期，你们都没有约出去吃饭，你不是，超狠。好，太尬了吧！嗯，都这种都是有，是他们大部分，大家可以录吗？就可以录，就也太小，然后就是那种故事都传超级，所以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应该是真的啦。哦，好有趣哦！然后就是真的都已经乱做了，对啊，真的、啊，那些是真的，做一些奇奇怪怪事也会传出来。嗯，我吃大一打，然后。我那时候在北港在打，而且北港没什么事做，然后我就会打。对，北港就大家都在打排球。对，然后可是我后来就有一阵子腰痛，然后就检查出来是椎，这么严重？对，那你那时候怎么办？就是不要穿什么铁夹，没有，就没有到那么严重，也不用到全身性的，就是只是不要运动。对，就很先站着，然后 X-ray 那时候出来，有那个我就带 X-ray。对，没错，这个可以说，可以说好。就开始我的左边的 hip 就是会痛，嗯、然后。就是我忘记哎呀一啊，就反正其中有一个哎呀不同，然后那时候就艾玛等了蛮久之后出来，就答案是 ，Oh my god， 就是 hip 的这一块，我就相对喜欢翘的，可是后来有跑心肺跟神经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 SI 那种，嗯，就是比较多元嘛，想多元，其实蛮多元的，而且进步的幅度也会比较大，对 ，OK 的。饭店等级了吧？自动打开，好扯哦！好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样我的白色刚好就好。要怎么弄？我有一些。
代购我们要给好赞哦，人也太好了吧，还让你破费了，谢谢。哎，巧克力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看影片，我大二。不是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搜寻到还是什么？好像是有人先跟我讲。哎，每个人都这样讲，就但是都找不到那个源头的人是谁。那应该是有实习过的学姐会讲吧。嗯。然后看影片。这一题就是他们就说他们是可能就是搜寻物理治疗实习，然后看到。有可能 YouTube 搜寻。对。然后就搜寻到。对。那个老师看履历的那一个。看那面试的那一集，好像是吧，我忘了，真的哦，你只要打物理治疗那集就跳出来。嗯，我的 tag 下得很好，那个关键字搜得很好。对啊，我还设一个播放清单是，就是代码 PT 这样，因为甜点太多，特别把物理治疗抓出来，很赞，谢谢耶。就这系列会继续。第一句话不是第一句话，前几句话。你说你们两个，对，嗯，他就说，你在万方哦，那你有给赖妈带吗？我跟你不知道赖妈。我到要走了，我才知道老师就是赖妈。嗯，就是到后不是要真的假的，都没有人跟你讲。因为老师姓赖啊，谁是赖妈？我知道有个会拍片的老师。真假的？我太惊讶了，太瞎了吧？然后我们后来对，然后后来后半段才知道。啊，你们都没有聊天哦？后来啊，后来才后来才知道，其他人知道，然后说啊，对，就没有特别讲什么的。然后我说，所以他是哪一个？然后我后来再去查，哦，你知道我有一个，我有个。就是病人阿姨，她是去双河开刀，然后她就问说是给哪个老师带，她就说哦王老师，她说我知道他们小孩姓赖，这样那个病人就跟我讲这件事，她说她有个频道什么的，我说天哪，她怎么会讲的这么可爱，就是因为我是赖妈这样。然后后来你知道啊，上一集，然后她就问我给谁带，然后我就把那个表给她看。哦，你说你学姐嘛，上一集的，她说哦那有赖妈我带你。来把是谁？太瞎了吧！哦，你是去之前不知道？太好笑了，因为我觉得看哦，对我老师没有人信赖了。没错，谁呀？来了才知道。哎，没关系。